大家好，我是卢凯彤。你现在收看的是最新鲜、最有趣的女性新闻平台《妞新闻》。我接下来在十月中的时候就会推出我的新专辑《你的完美有点难懂》，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。那最新的消息当然要留意我的 Facebook 哦，不然你就要9月24号来 Legacy 看我的演出。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哦。